来看《绅士探爸爸》森林的画展的人好多，现在还有人排队。OK， 好。真理把它买下了。这幅画很漂亮。对啊。我这老子。所以这个印是有时间吗？还是什么？这边下面有，下面有时间。你们6月22号，是不是？这是清明节前夕。其实也巧了，就我们一直在这儿谈，他是一个，他这个孩子已经谈到明年了。啊，对对对。结果就风风也很好、啊。结果突然就是清明节三天的有一个人退出啊。我本来就想，本来就想清明节，这个真是天意。对。我们上海同乡会的朋友在购大街。不知道能不能，他的儿子卖了一幅画给上海同乡会的那个曾黎，他今天把它拿出来的。他是画的，然后他是用图是刮出来的，拿了刀刮出来的。他是用的很，他这个油画颜料里面有一种加厚剂啊，他跟颜料拌在一起，加上它形成这种厚的。绘画呢有个名词的叫肌理效果，这个肌理效果就产生绘画上的特殊的一种，这种给人一个冲击力。他是所有的画都是，另外呢，他呢，他宗教题材，
它三个题材，一个人物，一个花，一个宗教，佛教，对吧？是因为那幅画，这个金属感，有没有金属的质感？我觉得就像那种金属的质感，不像画，贴上去的感觉，像一画。对，他用的什么金属？好，今天我们看完孙思翰爸爸森林的画展，然后大家一起来聚了餐，好多都是腰鼓队的，对吧？对，嗯，就是我们腰鼓队在五月二十一号有精彩的表演，好啊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我帮你录了，先开始录，好，谢谢，欢迎大家聚在一起长聚，好吧？好。